姥姥，你搁这干嘛？浪费时间也不能吃。你知道啥？姥姥搁这给你做清汤吃啊。清汤能吃吗？你要是能做出来，把一年活全包了。臭小子，姥姥给你上一课，你要是不干，让姥爷揍你。<笑>姥姥，你要是看着就不好吃，你要是别做了，姥姥可是做清汤的好手。再给你多做几顿口味。姥姥，这就做好了，人在你要看着呢。姥姥没骗你吧？好吃的还在后面呢。姥姥，我喜欢吃辣条的，你们女孩子是不是喜欢都吃芒果的？谁说的？姥姥喜欢吃豆沙的。<笑>以后你就不挑食了吧。